现在是九点钟礼拜日的西港。好，大家来到北潭涌武位呢，可以来这个保良局狮子会体育馆，入面有个叫陈世杰行政大楼，就可以给钱泊车。咁啊，呢个保良局呢，入咗嚟呢个闸口之后呢，就攞张飞跟住入嚟俾钱，俾完钱之后呢，就可以喺右手边呢度就停车场就泊车嘅。嗱，俾完钱啦，可以泊入嚟呢度。来到这个位置呢，就这里入的，好隐蔽的这个路口，很多草丛的，不过都依稀有条路的。好，我们继续 Let's go 世外桃源之旅。来到这里，它的分叉路口有一支红旗，这里有胶袋，这里走下去就是目的地世外桃源。这条堤坝很漂亮啊，打卡一流啊。哇，塞车啊。是啊，哎，好靓啊！就，好清啊啲水。不好意思啊，吓到。喂 ，hello。hello， 认真你个。hello。hello。咩灯灯个就完？一完啊。不好意思啊，是不是过啊？俾过先啊。好啦，今日嚟到西贡呢个布古湾咧，呢一个位咧就系打卡嘅热点嚟嘅，因为佢中间呢一个堤围咧，呢个半月湾咧。它有個疏水道呢，是可以疏通的水啊，這個位置跳過去。好了，我們來到這個布古灣呢，其實呢有些網友問我怎麼來的，很簡單的，在西貢市中心呢就坐車來到這個北潭涌露天的停車場。在北潭涌那裡呢，其實你就步行過來這個布古灣就可以了，你就沿著呢上饶郊野公园路就得噶啦，咁佢去到有一个分叉路口就好隐蔽嘅，就头先条片我已经话咗俾大家听，咁全程呢就喺北潭涌一个钟头呢就会到呢一个布古湾嘅，咁翻去就一个钟头多啲啦，因为上车，咁其实都好轻松嘅呢条路啊，即系但系就都有啲斜路上上落落，如果老人家就要小心啲啦。咁如果後生仔係絕對冇問題嘅，咁啊嚟到呢一度咧就記得嚟呢一個位度打卡啦，因為呢度個風景咧真係好靚嘅，同埋佢嗰個水啊
係好清嘅，即係咧你見到佢呢一度咧嗰個水咧就望到落去嗰個魚群嗰度都見到嘅，真係呢、這個景真係好冇污染嘅呢度，真係好靚，值得推薦俾大家。過埋呢條獨木橋，小心跌落去。哇！仲有啲海浪聲，多謝。今日咧就好大風啊，咁啊呢個牌咧成日跌落嚟，咁我打算咧就掛上去上邊啊。咁我以前咧就做三行嘅，成日都要擒棚嘅。咁啊，而家應該補到眉路嘅，我擒下棚先。好啦，網紅冰室呢就喺四月一號呢就解除呢個二人限聚令，咁就可以四個人。咁今日呢就介紹一個呢就三餸一湯白飯任裝嘅酸菜魚同撥撥雞。咁呢就有興趣嘅朋友呢，你就可以六點半或者八點半就過嚟食嘅。咁呢一個餐呢就係299蚊兩位。咁呢你就要喺6998-6777呢個電話WhatsApp 咗登記，然之後俾錢，咁我哋咧就可以安排咧，你就過嚟食嘅。咁我哋嗰、那個時間咧就係、是、由4月21號去到4月30號嘅，所以每一晚咧都會有位嘅，就大家唔使擔心。咁就記得咧飲我哋呢一碗冇味精嘅湯啦，就係、是、章魚蓮藕豬展綠豆湯。咁呢個咧係冇任何味精嘅。咁希望咧就大家咧就食啲蓮藕咧補一補，咁啊抗疫路途上咧身體健康。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得 WhatsApp 過嚟6998-6777，多謝曬。